广东省3月26号晚间宣布，从27号开始，对包括港澳台和中转旅客在内的所有入境人员实行核酸检测全覆盖，并集中隔离14天，集中隔离的所有费用自理。武昌殡仪馆3月23号开始发放中共肺炎死者骨灰，官方对外声称争取每天发放500个，清明节前发完。有网友按照这个数据计算，仅武昌殡仪馆一天就要发放5000个骨灰盒，武汉共有8家殡仪馆，总共应该是40000个。但根据中共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字，截止到3月25号，中国的中共病毒肺炎死亡人数才2531人，差额近20倍。网友3月26号上传的图片显示，武汉市汉口殡仪馆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，而扁担山墓地门前更是人山人海，出现摇号买墓地的场面。据说这还是只收到通知领骨灰的极少部分，绝大多数死者家属还在等殡仪馆的通知。3月26号，武汉120急救人员将一位糖尿并发症烂足的病人送到同济医院急诊科，但被值班医生和保安拒绝接收。保安态度蛮横地表示，他们没有对口医生，不能收治。据了解，同济医院是当地最大的医院之一。